OK，我们有一个新的 conversation 聊，然后呢，我会来这边创建一个这个，咯，创建这个是好做的 ship，现在都是做 ship 的动画，怎样做 ship 的动画呢？这些都是 ship 的动画呀。这种啊，这种应该也是，这个应该是有点 3D，看一下。这个也是简单的 ship 动画吗？那这个有用点 3D 啊，这个是现在的动画的 style 啊。我那个我刚才示范的那个已经是过时了。你看，都是这样子的。现在去 YouTube 看呢、啊，都是这样子的。都是这样子的，就很干净、很简单，都是这样子的，你知道吗？都是这样子，你看，这种就是 shape 咯，我们叫做 path animation。我们都是用 path animation。所以我 create 好这个，然后呢，我 fill 呢，我要给它有 fill，但是我的那个 path 我给它不要有 path。OK，我就先做好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先，看到吗？做好一个造型，然后我来这边，你看到吗？Content 啊，shape 啊，这个 shape 啊，shape 我一直来我都有教一点点，教一点点，教一点点。今天我教的是另外一个，我一直都是教 trim path，今天我教了个 repeated。OK，repeated，repeated 我们可以给它多一点哦，可能给它。可以给它重复，可能50了，可能60，或者是15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来这边呢，不虚线的看到吗？不虚线，然后 offset。看到，我拉了很长，看到。然后这个你可能太过长的话，你可能缩小一点。啊。然后呢，我来这边，你看到吗？Offset，4秒。我们给它减十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就说它会往这边过去，OK，往这边过去，它这有15个嘛，所以我要给它加多一点，所以还是会出现，你看到吗？所以我们来 play，我们那个 OpenGL 有问题。Preview，实现，看到吗？它动，OK，然后呢，我让它这边稍微转一下。这种呢就可以做一个过程。它就跟这个是概念是一样的，明白吗？
就是可能你，当然你要去踢啊，可能你来这边你要把他的动画稍微做一下，可能你要给他的那个 skill，或者是他的那个 skill 啊，你看他来这边，你点击一下，你来这边，你应该变，你这样子，明白？他一开始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过场了，明白？跟这是一样的。明白？他一下子变成另外一个了，这是哪一座过程啊？你会觉得很复杂吗？嗯，只是来这边对。加一个这个就好了，然后你 key 一下，这个是做动画的，嗯。你跟他讲你要倒推10秒，如果你不这样子做，你跟他变成来这边的时候是。你跟他讲十的话，还会长什么样子？他就给你倒返回来。明白？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你要给他减算。那这个我是做抖音啊，你看。你看我啊，变成五会长什么样子？这样子没有了，好，五就是往这个地方去，往前走，减五是往后走，减五是往后走，这有点大。改一下我的那个 setting。嗯，有点大呀。那我就正常咯。OK，这个就是这个类似这样的那个动画，类似这样的动画。我只是拆解一个小部分，让你们知道，这是 for 这个 line 的。然后我会创建另外一个。说完你这个有什么问题吗？一个简单的过程，嗯，没有，你会觉得复杂吗？有会一点复杂，是哦，因为才新手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要弄得很复杂这样，我只是教这个简单的过程嘛，这个很简单吧？我跟你讲很简单吧，我只是来这边，我再示范多一次啊。OK。我是来这边了，按个 new，new，我直接连 new 的我的省掉。其实通常是要按个 new 的，是吧？Solid，我会跟你讲，这个是一个蓝色的底，看到吗？OK，然后我再创建一个东西，看到吗？Shape 可以做很多动画，这些呢都是用 shape 来做的。OK，我是这样子。那它的颜色呢？我看看，改一下，改，可能我改这样子哦。看人呢、啊，有些要白色，有些要白色，那 OK 啊。然后呢，我来这边，我 add 一个东西，叫做，我之前我时常教这个 Twitter 啊这些，我教一点点 stroke 啊，我有经常教到 puff 也是有。现在我今天教的是 repeated，OK，、okay?
Okay. 所以这个我要讲呢，它 repeat 的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要它这个东西有，你看它现在只有三个 copy 嘛 ，which 不是我要的，所以我来这边点它的 position。它只有三个吧 ？OK， 这不是我要的，我要它多一点，我给它20个，20个，但它现在是没有动吗？所以我要给它动，我要这样给它动呢？回来零秒的时候我 key 一次，到了第五秒的时候呢，我给它减十，减十怎么回事？它这个这些图啊会往这边去。如果是10的话，会长什么样子呢？就是10。它这些东西就往这边去，就没有了。这不是我要的。所以我要的是什么？减十，往后面走，就说这些东西往后面去，明白？往后面去。那这样子很显吗？所以我会给它斜一点咯，因为看这些东西不是斜斜的，啊对，明白？对，就给它斜斜一点。我就来这边，这个你看 ，transform 就是它的那个变形。我要想变形呢，我要变成转，这样就好。OK， 然后这样子转，可能来到这边。就开始转场哦，然后想转场呢，可能这边就开始点击一下来这边，它的 position 就给它转了，明白？它就开始转场了，然后呢，镜头可能就会往前面 zoom 进去啊，就变成这个场景哦。啊，这样明白，啊，它就变白色了，它刚一开始是这样的，嗯，一开始这样的，不过这也要慢慢 key 啊，我没有用时间去 key， 我直接跟你讲它的 concept 是这样子吧。OK， 这个太多了，三万多。明白，就这样子。明白，就是佛这个的转场。大概了，这些东西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做了，可能之前会教你们做 handphone 变形 ，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到下一个我们可能做时光隧道这样的，你是想 OpenG 又出现什么片？会 playback。